sad like you do sometimes. Put it all on me. Put it all on. Hello， 大家，今天力气满级神装哦，来开一罐神油，还有回到熟悉的哈，看这里是哪里？大大轮啊，回到丰原大大轮了，来自意大利。已经1930年创立到现在要70多年了，70多年历史。它生产很多，工业用、机械用、食品用，它二轮、四轮，重机、机车都有生产机油，而且是意大利原装进口，就是原装的是意思就是直接在意大利整个封装，然后运来台湾的，进口来台湾的，所以品质百分百，这个到时候真的好可以好好吃一下。像 NT 0它原厂 sponsor 都是。每10000公里我后来查过了，每10000公里更换机油。啊、当然，台湾亚热带要提前了，目前是法拉利、然后奥迪、雷诺、他们的用油，尤其法拉利指定用油。相信车友应该对这个红色罐子 不陌生了，目前全球有大概40间的机油大厂，啊，其中专精于顶级用油的哦，这个它就是其中一间了。拥有70多年历史的台湾都叫派克隆啊，帕克隆哦，等一下打开我一下，人生第一次用这一罐，一定超级香，是道路版本。那因为 MT 0是4缸，所以一次要4罐。哇！通哦，这个到时候一罐子我要带回家，我要带回家做纪念，太赞了，应该念帕克隆了，对，应该对。红色法拉利指定用油，然后加一个雅马哈原厂的 MT 0滤芯，机油滤芯。之后阿炫仔就会用我们台湾叫派克隆啊，我就直接叫派克隆，使用这个世界顶级用油哦，派克隆来各地山路测试。啊，目标也是看能撑到7000到8000公里，然后来测试一下，看跟300V表现如何。意大利原装进口。还没看我就觉得很香了，七罐派克隆考试都考满分，真香啊！派克隆啊，帕克洛，现在麻烦大大人的技师大哥，有劳他了，帮我把这4罐力奇满级神油加入暗夜狂兽 MT 0注入新的活力。因为之前车主我不确定他是有没有大保养过了，我们签的当然是能给他，因为又是终极梦想车哦。宣展终极梦想车嘛 ，NT 一零，一定要给他吃好穿好啊！好，加。这两天雨季哦，所以你看战功彪炳，后面都是泥土啊。我骑325天的都是泥巴。我们麻烦华哥哦，帮我们暗夜神兽 NT 一零注入派克隆神油。先漏油一下啊！对对对，我现在很好奇那个机油那个洞在哪里。下面，我们那个圆洞，还要出来喽！啊，不知道前任车主什么机油，现在看。哇，出来惹！哦，有差不多了啦。对啊，太轻了。好，可以有，对，有点衰退了。这前任车主，他不知道多少公里，不知道我们没有换。所以刚好现在注入神油了，意大利原装进口 NT 0的机油，在那边。啊，这颗是机油滤芯的。啊，机油滤芯在左边这一颗，我还没有特殊工具。大大轮车哦，他们所有的工具都有，特殊工具都有，其实可以帮你最快速的处理，保护顾客的爱车。像刚那个哦，那个拆机油滤芯的，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工具。哦，脏，真的很脏啊，好黑啊！他可能放了一下车，在车库一段时间。啊，等他等一下，也要把它滴得干干净净，来换新油。啊 ，NT 一点的机油装在这边哦，这里可以很明显的看到，它设计很棒。有的重机哦，它里面会那个机油窗看起来都雾雾的，不会有很清澈哦。NT 一点那个很清澈，因为毕竟那个机油窗哦，就是让你们明确的看到它颜色跟容量。啊，你来做雾面的就不对了，对。上次还记得哦，来大大轮的时候是下雨天哦，但今天我杀路也是下雨啦，可是一到丰原哦，发现怎么大家都没在穿雨衣啊，只有我穿，大家都穿短袖了，我都知道哇，地干好爽啊，
丰原三线嘛，常年的好天气，不像沙鹿海线常常会泡在水里。欸，何大哥，你这个是下一台要维修的啊？对啊。啊，对，我要看那个冷四百那个。欸，他是什么原因拆到现在引擎都不见了？曲轴的脱丝磨损掉。是哦。哇，人四百还蛮新车的，这就是机油的重要性。哦，懂，机油，对，大大轮的机油。上次那一集名店第一期冲就这一桶啊 ，Pacero， 意大利原装进口的，我们台湾叫派克隆啊，很多人叫派克隆，整桶了应该就知道了啦。欸，大哥，那个是？没有，我在帮你锁。哦，谢谢，哇，好赞，大大轮，华哥哈，技师大哥华哥，还有何老板和大哥都很甘心的。很细心的照顾你的爱车，帮你把轮胎啊、螺丝都巡过一遍。上次也帮我打气，超棒了。不明显的哦，在下面，原来是在下面，之前找不到。哎，华哥，那你看得出来 NT 你的水箱螺丝是哪一颗吗？都有特定的位置。哦，有特定的位置。啊，真的。这颗水泵补。哦，这个水泵补。水泵补的漏水大部分都在那。哦，了解。哎呀，对啊，很特别，它特别标记出来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的哦。目前台中中部哦。我找过的一些油品行啊，还有车行，目前只有看到大大轮。目前啊，我去过了啦，只有大大轮有派克隆哦，当然叫派克隆 ，Pacero， 意大利原装进口，法拉利的指定油，现在是指定油，法拉利指定用油。目前我只有在大大轮看到。哎，你看它有这个嘞，派克隆它有很多机械的农业食品的机械有没有？都有他们的油用油。我记得它有出油精跟刹车油。我还就是可以去除那个上面的油的哦，不用擦的要命，有的地方都擦不到。哦，对，不好擦。我想，哎呀，对，有的机油他们换机油的时候会喷一罐东西，原来特殊工具又来了，超棒！这只上扭力的，扭力扳手哎，哇，真的大大轮的工具啊，应有尽有，很多，你看，满的，各种专业啊、特殊的都有，来了给大家看哦。Pacero 派克隆，我也很期待它的油品的颜色还有稠度到底是怎样。它是 10W40 的公路版、道路版本。那颗螺丝在哪里？那是 NT 0的机油螺丝，很棒哦，帮你喷得很干净。这个一喷下去，上面本来气管上面的油都不见了。哇，真的呀，喷完就是速干，然后油都不见了。好，废油处理桶。哎，不错。我后来翻译的 MT 0的原厂手册哦，中文的，他说你如果不换机油滤芯是3罐半，啊，你要换机油滤芯的话就是一次4罐。大家可以看派克隆的真的世界顶级用油啊，全世界有40家机油厂哦，可是真正在专精做顶级机油的派克隆是其中少数的几间之一啊。来大大轮车业哈就可以换了，大家最期待来了。开箱哦，我好像都做出出来的，所以哦不用漏斗了，还是要漏斗比较好。哇，好清澈哦，跟刚差了够多。你注意看那个色泽，一定是丰年果糖，感觉很好喝。哇塞，好清哦，跟刚那个天差地别，刚刚黑的可能放很久了。更明显的哦，更明显的。哎、欸，它有没有个香味啊？哎、欸，没有。哦，有带那个派克隆的，还哎、欸，好像蛮好闻的。来闻那个瓶子看看，哦，真的好清哦。华哥，你们有没有试过派克隆的机油？这支不错啊。哦，真的哦。比较耐久，哦、耐操。耐操，对。跟原厂标榜的一样。操作。加进去的感觉很疗愈的。好像帮 NT 0暗烈狂兽又注入一股新的活力啊！哦，啊，它原啊，它原厂那个机油那个就没有一支机油尺哦，没有。哎、啊，对，盖子没有机油尺，对，有点像那个果糖那个颜色，好好透明啊，很甜的感觉，甜蜜蜜的。第三罐了哦，三罐进去了。来，我闻看看，
真的像蜂蜜还是蜂莲果糖的颜色的，哇，好轻哦，好像还比300V更轻呢。这300V原厂是绿色，它是有点哇，那个这个，难怪人家讲派克隆金黄色，真的真的金黄色的，哇，这好美哦，这颜色很棒。吸毒时间哦，派克隆，哦，香爆了，超香的。嗯，哇，哎、欸，好、哦、吸上也就不来吸上，有点汽油的味道，然后有点很像那种鲜榨果那个味道，还是人参，这罐感觉很补。很补就多带一罐回家控汤吧，呵呵。派克隆，意大利原装进口，就是意大利直接封装整罐运进来的，所以中途不用怕会掺到什么奇怪的用油哦，这个原装最纯的。哦，香爆了！哦，不知不觉十罐完了，再拿一罐来吸。哇，哦、超香，不行会中毒，这闻的裂掉了。期待哈、哦，再来期待宣宅的一系列的狂兽狂测、神油狂测意大利顶级神油派克隆，应该这礼拜我们公司如果长休，就是连休六日一啊，就会去。可能台二一啊，136这些都会跑了，就会开始跑了。敬请期待哈，派克隆的山路狂测啊，力奇满级神牛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的帕克洛，不是帕克梦哦，帕克洛派克隆，红彤彤的颜色看了就很爽嘛，很热血沸腾啊。10W40赛道版哦，对对对，好轻哦，听看看哦，看声音有没有变不一样。让他配合一下，好好。哎、欸，比原本的油更温，油嘞更那个声音更顺畅，差很多，你自己听。那有个灾，那个哒哒哒哒哒的声音变得很细了，很小，那个你车主听得出来。好细致，真的很细致。这才是 NT 1 0的声音吧？完全是另外一台车的感觉。原本有一个很吵的杂音哦，一直有个杂音，除了那个哒哒的声音，还有一个那种，不怎么讲，好像沙子沙沙沙那种一种声音，对。现在整个没了，所以我跟你讲，好油就是不一样。之前你有听到那个一干不点火的时候，那个打很大声，而且很奇怪的声音，现在整个好顺哦。华哥有开工业扇让它散热，差很多，差超多的。派克隆啊，香爆了，香爆了！敬请期待，再来的暗夜狂兽与派克隆的山路狂测哦，各种实测，一定会有高转的，放心哦，到时候一定会好。你看，光听它静态就声音很细致，已经很细致了。等下上路可以直接上路开始测，小小测试一下哦。哎、欸，这个已经中古车不需要拉磨合期了，不需要磨合期了。亚热带的话，我应该还是7000到8000，就会来看看它的色泽跟感受了。好，敬请期待派克隆的山道狂测哦。派克隆机油居家旅行必备良药。